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咁今日集啦，就继续同大家分享影视红星雪梨佢嘅演出作品。咁喺无线电视里边啦，阿雪梨就曾经拍摄过以下嘅电视剧：1998年《天地豪情》，饰演顾玉梅。难兄难弟之神探李奇，饰演情双双黑玫瑰。1999年啦，就喺《金玉满堂》里边饰演太后。《创世纪》饰演叶李碧珍。《刑事侦缉档案4》饰演邓芳。喺2000年里边啦，就有《创世纪》第二辑《天地有情》，咁饰演啦就系叶李碧珍。喺2001年啦，首先就系《美味情缘》，咁雪梨就饰演夏桑菊，跟住就系《酒是故乡醇》，饰演刘玉凤，跟住2002年。彩色世界饰演黄宝珍，情事缉私档案饰演林凤平，跟住2003年眷恋仙凡间饰演程大娘，跟住系卫斯理饰演何妈，跟住2004年。《烽火奇遇结良缘》饰演骊山圣母，《栋笃神探》饰演刘并替，即系 Betty， 跟住系《天涯合衣》饰演黄埔张秀宇，跟住系2005年就有五出作品。首先是《开心宾馆》饰演黄小蝶，跟住是《我的野蛮奶奶》饰演罗慧卿，跟住《苗条淑女》饰演金老太，《布衣神相》饰演文理芳，《我师傅是黄飞鸿》饰演娥妈，跟住2006年。亦都是有五出作品，《迷情家族》饰演程远美，《番禺覆云》饰演严正庵，《上海传奇》饰演金艳红，《铁血保镖》饰演郑秀平，《刑事情报科》饰演郭淑娥。2007年有《空城计中计》饰演朱楚烟，《奸人奸》饰演钱爱花，跟住系2008年《同事三分亲》饰演文子兴，《古灵侦探》饰演张木兰，《银流金粉》饰演高太君，师奶古神饰演蒋包丽卿，跟住2009年咁就有六套嘅。首先系《桌球天王》，饰演铃木甜；《巾帼枭雄》，饰演桂如玉；《绝代双骄》，饰演夏青青。ID 精英饰演黄桂好，古灵侦探 B 饰演张木兰，廉政行动2009单元二饰演钟婆婆，跟住2010年有五套剧集，首先是老公万岁，
饰演南北杏，天天天晴饰演石高艳勇，女人最痛饰演黄慧卿，施工奇案第二辑饰演黄常，永探查过解饰演张丽芳。跟住2011年有五套电视的演出，人心解码张艳芳， Only You 只有你饰演张雪霞，红帽三十二饰演金婆婆，九江十二方饰演宋美琴，结婚方程式饰演罗少雄。跟住系2012年有两套剧集，第一是《东西攻略》饰演朱氏，第二套是《天梯》饰演徐小妹。跟住2013年《好心作怪》饰演梁艳芬，《爱回家》的第一辑饰演 Wing 妈，《神枪追击》饰演罗有爱，罗爱友。跟住是《On Call 三十六小时》的第二辑饰演夏冬梅，跟住是《舌剑上的公堂》饰演包香。跟住是2014年《新抱喜相逢》饰演陈英妹，《爱回家》的第一辑饰演蓝素素，即是麦当娜。跟住是《食为奴》饰演白头宫女，《再战明天》饰演老秋芬，《我们的天空》饰演 Shirley， 燥娘子饰演坤婶。然之后是2015年，首先是四个女仔三个爸饰演校长，天眼饰演媒婆，以和为贵饰演钟恩娇，水发胭脂饰演樊妈，陪着你走饰演梁娇。跟住是2016年，公公出宫饰演金属， EU 超时任务饰演明武。跟住是爱回家的第二辑饰演蓝素素，麦当娜。跟住是廉政行动2016饰演八婶，一屋老友记饰演金宵无精。跟住是喂食神探饰演双儿，幕后玩家饰演娇婆婆。跟住是2017年，首先是财神驾到饰演何玉虎，我们结婚了饰演好婆，兰花劫饰演徐娃，灿烂的外母饰演洪丽娟。跟住是2018年，首先是翻生武林饰演小龙珠，跟住是果栏中的江湖大嫂饰演如珠 Monica。跟住是2019年，廉政行动2019饰演邓玉梅，街坊财爷饰演何瑞芳。跟住2020年，过街英雄饰演孟婆。跟住是踩过界第二辑饰演石美芬。跟住是仕途行者第三辑饰演上海婆。跟住坚尼地爱坚尼地饰演马慧红，
然之后是2021年大步走饰演巧娇，最后的一年2022年铁拳英雄饰演夜来香，最后一部就是食老丧 B 饰演白马新勤阿婆，这套也是他的收山之作了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雪梨的戏剧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完结啦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雪梨嘅戏剧人生，拜拜。